今天公公婆婆就要来首尔，来的时候给我带我非常想吃的红豆酒酿蒸糕。下午还借几个点劲儿来插进。你看这个多能吃到，这个是我等了好久的，终于到。는데다음에는더더좋아하면더더맛있는데서또갖다줄게아빠가또마음에안든대이게더주둥보다는술이조금더들어가야된대아빠가今天我们要烤鳗鱼。사랑해좋아해촌스럽지만今天我们吃长毛맛은없어도나지금진지해장난아닌데유치해미안해하지만내마음아야사장정말그어떤세련된말로도대신못해자우리돈이를위해서짠우리돈이더健康